嗨，Hi, 大家好，欢迎来到 Enjoy 英语学院，我是安东尼，and I'm Rose。哎，各位听到我开场就知道，说我们今天要做最棒的翻译，耶嘿，太棒了！Sentence translation 一样哦。我们今天的话会先碰到三句单句的翻译，然后两句连贯式的翻译。好，在这里的话，我们来先赶快看一看今天的内容吧。第一句话，他讲到说，一条宾州的新法明定什么什么东西。 好,明明文規定說,飼主若將狗遺留在寒冷的屋外太久的話,這飼主就會面臨罰款,甚至呢最後得坐牢。好,在這裡面有很多比較難的動東西嘛,好,我們先請Ross老師幫我們翻譯一下整句話。A new law in Pennsylvania states that owners who leave their dogs out in the cold for too long can face fines.

end up，end up，end up 就是最终到头来会怎么样？好，很多时候的话，你会用 end up 后面来表达，可能可以接名词啦，可以接形容词啦等等。好，用这种呃介词片语啦，都有可能那种情况。来，我们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哦。啊，比方说，我们如果讲说，哎，大家都以为 Morris 好，会跟他的高中女友结婚，大家感情这么好，但他最后居然娶了一位网络上认识的女孩子。 这时候呢,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讲。Everyone thought Maurice would marry his high school sweetheart, but he ended up marrying a woman he met online. 嗯,没有错。ended up marrying a woman he met online. 在这里,ended up,后面可以接上一个, 如果是动词的话,接上ving的方式来表达。You can say somebody ended, ended up doing something. 用这个ving的方式表达。 好，所以 end up 这个词的话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好用。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如果说今天你要讲到一个人要坐牢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这样子的片语 behind bars, behind bars。behind bars 就是指坐牢的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在牢里面，bars 就是一根一根的那个棍棒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说今天你就想象你在监牢里头，你抓着那个关着你的那个。 老們,你說剛剛剛剛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你可以抓到好幾根嘛,so if you are put behind bars,意思是你被放在這一群一根一根的這個關在後面嘛,對不對?這種時候就是做老的意思,記得那個bar要加上s。好,所以這裡的話,我們來舉一個實際例子咯,如果你說那位殺人犯將可能一生都待在牢裡,這時候你就可以這樣子講。That murderer will likely spend his life behind bars. 所以你可以说 spend his life or your life behind bars 来表达是啊，终其一生都会处在这个牢牢牢房的后面，有没有？好，被关在牢里头这样的状态，所以 behind bars 就可以当做是坐牢的概念。我们常常会听到 put somebody behind bars 就是把他抓进牢里。好，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说什么人 end up

OK，所以在这里的话，第二句话里头你会看到几个重要的字词哈。第一个东西，如果说是要要被抓进去坐牢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end up behind bars，在这里话还可以用到 face jail time。jail time 就是指这个坐牢服刑啊、uh,，face jail time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难的东西是被罚钱。罚钱的话，你可以用第一个原始的版本 face fines。 好，face 就是面对罚还好，fine 就是罚金的意思，会加上 s，或者是这个人呢，owners 在原这个新的翻译版本，它可以说 owners can be fined，那这边是 fine 这个字可以当动词使用，名词使用。我们在原始版本里头是它当名词来使用，face fines，但是在动词的使使用方法的时候，我们用被动语态来表达，owners。 Can be fined，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就可以了。好，这是第一句话，比较复杂一点点。好，表示新法令规定啦、啊，面临罚款、坐牢这些字词都要知道。再来我们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提到说，一位中国女子一夜之间患了罕见的听觉损失症，好，听觉丧失这种状况，使她听不见如男性说话这样子的低频的声音。 好,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翻译一下这个版本咯。A Chinese woman suffered from a rare hearing loss overnight, leaving her unable to hear low-frequency sounds, such as male voices. OK,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词汇。比方说,突然一夜之间怎么样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副词。Overnight. Okay, overnight. Overnight就是指一夜之间怎么样了。 那就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哦,如果你跟人家说Hank,他中了乐透,而且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这时候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讲。Hank won the lottery and became a millionaire overnight. 嗯,became a millionaire overnight,意思就是指突然之间,一夕之间。became a millionaire overnight。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字也可以当形容词使用，比方说 an overnight success，它可以放在 success 的前面来当做形容它的这种形容词，也是有有机会看到的。所以 overnight 这个字非常好用，好，就是一夜之间过了一晚就突然怎样了。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说啊，使他听不见，好，听不见、看不到，没有办法做某件事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片语 be unable to。 Be unable to. Okay, so that's why we Hannah is unable to walk for the time being due to her knee surgery. Okay, so that's the time why we Hannah is unable to walk for the time being. Why? Due to her knee surgery. 好，是因为她膝盖呢动了手术。Surgery 这个字可以稍微稍微注意一下。Surgery 这个字的话，它本身在英文里头，而在美式英语里头，它是不可数的，所以你不会听到 a surgery 这样的说法。你可以说呃，你可以，比方说今天你提到就是 receive surgery，没有 a。OK，好，所以说今天你在碰到 her 的时候也许还好，但 surgery 这个字你要记得它是不可数的用法哦。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 听不见男性说话那种低频的声音，声音的频率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名词 frequency frequency。Fre quency, Fre quency, 比方来讲哦，海豚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动物，对不对？它能够发出人耳没有办法听到的高频率的声音，这时候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讲：Dolphins can produce high frequency sounds that cannot be heard by humans。 OK，所以你看，从这些例句里头，你看到 high frequency sounds，你就可以知道说高频声音，你就可以用 high 配上一个 hyphen，好，连接连字号 frequency，好，整整个东西 high frequency 来表达高频的。那你如果知道这个字是高频的，那样的话，你再翻译这个男性说话这种低频的声音，你就可以自然知道说，哦，那就把 high 改成 low 就好了，就变成 low frequency sounds。 Okay? 好了, a woman in china woke up to find herself suffering from a rare hearing loss which left her unable to hear low frequency sounds such as male voices okay, so在这里的话, 好,另一种翻译版本, woke up to find herself doing something 所以他他还醒来之后，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overnight 的概念，对不对？好，醒来之后发现到说，哎呦，suffering from a rare hearing loss，虽然很罕见的这种听力丧失的状况，which left her。这边特别注意一下，这个 left 这个地方指的是让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很多时候口语上会讲说，please leave me alone，让我处在一个人的状态，所以 leave someone。 后面接的是，往往是一个形容词，一个情境。好，所以说今天让他处在什么状态呢？Which left her unable to hear。好，这边形容词就出现了嘛，对不对？没有办法去听到 low frequency sounds，低频的声音，像是什么呢？Such as male voices，像是男生说话的声音，像我现在在讲话，搞不好他现在就可能这样听的话会听不太到这种感觉。所以这句话的话，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可以这样去做。 再来，我们来看第三题了。第三题，它这边提到说，一项借借由监测汗水就可以测量血糖值的新科技，有望于不久的将来问世。好，所以这个算是非常非常酷。我以前我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呢，她有一些她有糖尿病的状况，所以每次要测量血糖的时候，都要拿那个血糖机去戳她的那个指尖来去测血糖。那现在如果说能够透过汗水就可以检测的话，那实在是真的太棒了。 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翻译一下这整句话吧。A new technology that tests blood sugar levels by monitoring sweat is likely to come into being in the near future. OK，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字词，我们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哈。第一个部分，血糖到底要怎么讲啊？血糖就可以用这样的名词来表达，blood sugar，blood sugar，, blood sugar. 嗯，blood sugar 就是指血糖。诶，这个好血 blood sugar 糖，诶，这样好还蛮好记的，对不对？

Patients with diabetes,就是患有糖尿病的人。food that help control blood sugar levels。所以blood sugar是血糖,blood sugar levels就是指血糖值。Monitor. Monitor, 没错, monitor. 比方说,如果你讲到说,监控,啊,确定说,哎, The conditions of patients in the ICU are carefully monitored 沒錯,the condition 指的是情况, Of patients in the ICU ICU 的话就是指加护病房，它全全名的话叫做 Intensive Care Unit。Unit 指的是病房的意思，Intensive Care 指的是特别增加照护的这种 Intensive Care Unit。好，他们在这些加护病房的病人的话会被仔细的 carefully monitored 被监看着，就确定说他们没有出状况。Monitor 这个字非常的好用。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它这个翻译里面有提到说，在未来不久的将来会问世。 不久的将来，近期就要问世的话，可以使用这样的片语。In the near future. In the near future. 没错，就是指不久的未来、将来、近期就会发生的。比方说，Terence，他相信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再次相遇。英文就可以说，Terence believes that we will have a chance to meet again in the near future. 嗯，in the near future 啊，就可以用来表达不久的将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整句话一项煎油这个一项解借由监控汗水就可以测量血糖植的新科技有望于不久将来面试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翻译它 a new technology which monitors sweat to measure blood sugar levels is likely to come into existence soon okay, 所以在这两个翻译版本里头你会注意到一个现象 Blood sugar levels 是血糖值吗？你要去讲测量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test 这个动词，或者是 measure 这个动词来讲测量。第二个将将要问世的话呢，将要出现好出现这个概念，你可以用 come into being，或者是 come into existence 来表达即将出现、即将被创造出来。好，这个部分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了，我们学完这个三个单句单句之后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到休息过后回来，我们来赶快看连贯式翻译。哎，各位休息够了吗？我们来继续看连贯式翻译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连贯式翻译跟什么主题有关呢、哦？来，我们看第四题这个地方，他说一座俄罗斯岛屿发现被众多走投无路的北极熊入入侵了。OK <laughs> OK 好，所以北极熊，今天我们人类没办法嘛，行业为暖化了关系，所以造成这个北极有许多的这种冰山啊冰那种溶解了，然后北极熊他们的家被毁了之后呢，怎么办？没办法，你毁我的家。 那你猜我会怎么说？我也回你的家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就看到这样的这种状况，很多北极熊呢跑到俄罗斯岛屿上面了。这个时候，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翻译一下整句话，然后我们再来看细节。OK，先翻一下这句话的这个内容。A Russian island was found to have been invaded by many desperate polar bears. 哇哦，wow, 所以那个场景实在是很可怕，对不对好，在这里话特别注意一下哦。但这个里面有一个地方，你先帮我画起来。讲完细节之后，我会跑过来讲这个地方。你可以帮我先画 was found to have been invaded，尤其是 have been invaded 这个地方先框起来好吗？待会儿我们讲完字词之后，会跳回来跟各位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 have 再加上 V P P 再加 invaded 这个字的说法。我们来先看一下字词比较清楚哦。 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我先讲到被什么人入侵了，被什么人侵袭、侵扰了，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片语：be invaded by，be invaded by。OK，be、okay, invaded by，好，可能就是指被后面这些人或是东西给入侵了。比方说，这间老空屋呢，已经遭到一群凶狠的野狗入侵了。好，一打开门进来、呃，一群野狗，对不对？这时候你可以这样子翻译这句话。 This empty old house has been invaded by a pack of mean stray dogs 嗯,没错,在这里的话,一群野狗的话,往往你可以使用, a pack of stray dogs, a pack of hounds, a pack of wolves or hounds. 哦，在这里的话，我只举一个例子。你有如果是一群，a pack of，后面往往会接着有攻击性的这些动物，可能是流浪狗啦，或是猎犬啦，甚至是一群狼群等等，都可以用 a pack of 这样的量词来表达。我记得我们之前我跟 Rose 老师有提到说，呃，别的别的这个单元里头提到说这个。 那种量词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很多很奇妙的。We talked about a a murder of crows, right？好，一群乌鸦会用 murder 这个谋杀这样的词来当做这个量词，很特别的。好了，所以在这里的话，提到入侵的部分，a pack of mean s t r e y dogs，好，就被一群野狗入侵了。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重要字词，走投无路、绝望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形容词哦，desperate，desperate，desperate。Des desperate就是指走頭無路的,沒路可走所以只好停而走險的這種感覺。OK,所以在這句話裡頭我們來看一看一個例句,隨著時間的過去呢,那名失踪女孩的家屬只變得更加的絕望,越來越找不到錯過黃金時期了,所以這整句話的話你可以這樣子翻譯。As okay, time went on, the family of the missing girl only grew more desperate. OK，所、so、以 the family of the missing girl 失踪家属失踪女孩的这个家属呢，就开始 grew more desperate，就变得越来越绝望，觉得啊希望越来越渺茫。所以 desperate 这个字基本基本上可以表达一个人的迫切和绝望的这种感受，可以这样子说。再来呢，我们还再举一个另外一例来说明 desperate，比方说连续输了三场比赛之后，那支队伍迫切的很想要赢，那这时候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讲。

be desperate for a win. So, very hope,赶快想赢一场。这时候，你可以用desperate来表达这样的概念。好了，所以知道这个关系之后呢，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原本的翻译版本里头，里面有提到have been，对不对？哦，这里哈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碰到了不定词to v，但是要表达过去的概念的时候，比方说你说a be, Russian island was invaded by many desperate polar bears。 这时候是 was 嘛，对不对？它已经入侵了嘛。可是这个过去式一旦要变成了 was found to v 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又用到不定词，又表达过去的概念呢？这时候这个 to v 啊，就要变成 to have 加上 v p p 来表达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过去的。好，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 have been invaded 为什么要用 have been，不是 to be invaded？像我们在。 A的这个选项里面,A的这个部分不是有看到be invaded by, be invaded by? 原因就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发生了,要讲到过去又碰到不定词的时候, have been来表达这个概念,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一下这整句话。A huge number of desperate polar bears were seen taking over a Russian island. OK,所以在这里面, okay, so 呃，另类的翻译版本里头，你就看到说，哦，如果你不要用到不定词的话，你就可以说，a huge number of desperate polar bears were seen 被看见被看见做了什么事情？好，taking over a Russian island，take over 就是占领占据的意思。好，taking over a Russian island 就是占据了这个呃俄罗斯的岛屿。这是我们第四题的部分。再来我们看第五题，因为气候变迁。 北极熊现在被迫进入人类生活区域来搜寻食物。英文就可以这样子讲。Owing to climate change, polar bears are now forced to enter human territory in search of food. OK,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不对?其中包括有 owing to owing to，嗯，这是其中一种。那除了这个之外，你也可以这样子说，thanks to，thanks to thanks。To. 在这里的话，这个 to 要特别注意的，这些 to owing to 也好，thanks to 也好，这个 to 都是介系词，所以后面要接的都是是名词。如果碰到动词怎么办？变成 v i n g，这是我们要需要知道的事情嘛，对不对？来，我们来举个例子喽。因为丢了工作，Michael 没有 Mike 没有办法支付信用卡的账单，这时候英文就可以讲。 Owing to the loss of his job, Mike was unable to pay his credit card bill. OK, so owing to the loss of his job,因为丢了工作。那你在这里的话,owing to,后面别忘了,就是接名词嘛,the loss of his job, Mike怎么样怎么样。好,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用法。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些北极熊被迫怎么样了,迫使某人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字词。Force to. Force to. 嗯, forc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比方说, Linda被迫, 被迫,这个时候呢, Linda was forced to marry that man against her will. 嗯, was forced to do something. 被迫,被嫁给那个男生, was forced to marry that man. 好,这句话, be forced to do something. 再來我們來講到領土,領地的話呢,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名詞。territory, territory。比方说，关岛是美国的属地、领地，这时候可以这样说：Guam is a territory of the U.S. 没有错。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再来第三个，如果你要去搜寻某个事物的话，你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介词片语：be in search of something, be in search of something。 你方說那名導遊在搜尋一間可以讓每個團員都滿意的餐廳,這時候你可以這樣說咯。The tour guide was in search of a restaurant that everyone in the group would be happy with. OK,所以在這邊的話,你可以清楚知道be okay, uh, in, uh, in search of something,就是去搜尋的意思,在這裡這個介詞片語in search of非常好用,那整句話的話你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做翻譯。 thanks to climate change human territory is now entered by polar bears searching for food okay so thanks to climate change human territory is now entered by polar bears enter human territory 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运作。你只要记得这些重要的字词，相信在翻译起来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OK，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回见喽，拜拜，拜拜。